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少勋，今天跟完全娱乐来到桃园，这边是桃园农博会，那这个是 Mr. Metro， 没错，这回完娱带着范少勋来到桃园农业博览会，就是为了体验这个由桃园捷运与联邦银行联手打造的期间限定 Mr. Metro 捷运先生咖啡屋，这也是号称全台唯一能够饮食的捷运车厢，我们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特别的机会，在车厢内好好品尝美味餐点啦。这是你刚才点的招牌原味生乳卷，然后这是我们从店里特地带过来的咖啡泡芙，这个是只有我限定的，对，只有你限定而已。这是我们的柠檬塔小花园，哇哦，对，然后最后一个再招待你们吃一个巧克力的生乳卷，哇，对，你回去可能要一直运动才行。我发现这边那个吃东西的困难点了。因为它是真的捷运车厢，没有桌子，没有桌子，对，所以它就要呈现这样啊。对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在捷运里面吃东西好了。你选一个，选你最想品尝的。你最想品尝吧？我怎么都很想啊。所以来这边可以就是拍照，还可以吃美食，拍照打卡吃美食。你们以为会很甜？健身的人可以吃。可能这个还是没办法。没关系，你那就是去旁边走一走，你的热量就消耗了。对，去散步一下。你刚刚是不是就在看柠檬塔？对啊。你是吃过吗？我自己是甜点控，我自己是甜点控。哦，你是啊。对，我超级喜欢吃甜点。那你平常吃甜点之前，你会先拍个照打卡？完全不会，就先吃。先吃再说。真的很男生。很男生。很 man。我是那种会去那种叫什么蛋糕吃到饱那种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。身为甜点控的少勋，正好趁着出外景暂时放下控制身材的节食锻炼，品尝美味的甜点，感觉超幸福。而来到这个完全仿造真实设计的捷运车厢，当然得让少勋留下一些帅气身影啦。我先跟你说一下，那个可能那个要帮我切到底，这样看起来脚会比较长一点。哦，对，然后上面像我经纪人都跟我说，上面要留一点空，这样进去 IG 还可以踩。这样看起来腿有长吗？有，蛮长的。蛮长的。是不是我蛋糕把脚前脚放前面一点？而且我今天有教我说，因为我之前每次拍照的时候我都站这样。哦，不是。他就说脚尖要对镜头。对，脚尖要对镜头。要这样看。哇，真的有哎。有。3, 2, 1。粉丝们赶快学起来，少勋的拍照秘诀。哇塞，这真的是拍出一串心得呢！少勋的网帅拍照交战守则得好好笔记。而荧幕前的你，想要来到 Mr. Metro 捷运先生咖啡屋留下打卡帅美照，别忘了难得的机会，只有期间限定到10月27日截止，大家可要好好把握喽！完全了，王建祥、周婉如采访报道。我是孩子王耶！知道拍照什么的举手。我知道。我叫范少勋，最近有演《通灵少女二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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